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先来改这台沃拉托超大型飞机，372万4千块，哇，好贵啊！看一下它，这台飞机超大，我是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花钱买它。我喜欢收集飞机的就买吧。它其实有点像空中堡垒，有没有那种？上面还有炮塔，后面也可以改装成炮塔，看一下。护具是满的，然后反制系统啊，就跟飞机其他飞机款式一样啊，就随便选一个好了。琴，炸弹燃烧好了，操控来个高速。涂装的部分还蛮多可以选择的，这个好像只有机枪塔换色而已啊。哇哦，这好像叶子啊！我个人是蛮喜欢最后一款。啊，这也 OK 啊。祝他谢谢泡泡糖。主色调换一下，啊，没了。OK， 我们看到它这个涂装其实还蛮炫的。然后，所以它这台只有上面有机炮，可以换吗？能换。OK， 那我们就先起飞好了。超大一架飞机的啦，连起飞都很慢。收脚架，超大的。他那个机炮应该只有副驾驶可以操控。哇，下面，哦，他算比基尼耶。超大的啊，这台飞机不要买，非常不好开，而且又大台，完全是枪靶子啊。OK， 飞机介绍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顺便帮我分享出去吧。这台飞机不要买 ，OK， 下次再见。啊，看一下第一人称，里面的话是长这样子，里面没有看不进去了。OK， 先这样了。